DK for the curious。嗯哼 ，DK 出版社 ，DK 其实是缩写，它其实是 Doreen Kindersl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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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DK 出版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出版社，我们看过它好多书。嗯。而且它是以科普类的书为主。DK 出版社它有一个他们的宗旨是什么？We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discovery. That's why we create books for everyone that explore ideas and nurture curiosity about the world we live in. 嗯哼，你对你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个空间、世界有好奇吗？你希望知道更多的事情吗？我肯定希望知道更多的那个关于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我想写一本书。哦，你也想写一本书是不是？哦，我能写出来一本书，我就感觉已经够了。是吗？嗯，好的，咱们加油好不好？嗯嗯，我一本都没写完。嗯，不着急，慢慢来，先去了解这个世界，然后当你脑子里有你丰富的东西了之后，一加工你才能写出自己的东西来，是不是？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东西，我只写出差不多两张那个叫什么，不是 A4 纸，比那个 A4 纸稍微小一点的那个叫什么，嗯，纸稍微写了，嗯，一张纸是两面都写过，好的，嗯，然后第二张纸是只有一面写了。不着急，我只写了这么一小小小点儿。好的 ，DK 创建于1974年，出版多个领域的读物，包括旅行指南呀、科学呀、艺术呀、历史、烹饪、园艺、育儿。他们也出版儿童读物，确实 ，DK 有好多儿童读物，包括词典呀、百科全书啊，各种门类的。刚才我们看的 Sea Creatures 就是 DK 出版的。嗯，对，我们刚才看了两，对吧？对。而且他现在已经是属于蓝灯书屋这个出版集团了，所以应该会出更多的书。我们看看他们最近出了什么书好吗？嗯嗯。啊，这是他们的网站上随意的截取过来的，看他们最近出的书啊，上面是给小朋友的，比如说 How to make a better world，然后呢 Plastic Clever 是肯定是都是关于环保的，然后这个是 Help your kids with science， 是小朋友自己来学习科学这门学科，对吧？嗯，这个系列很多，还有 Help your kids with math， 学数学的呀，学 language 的呀，什么都有。这本是什么 General Knowledge Genius， 关于大脑的科学。嗯，还有一本还有一些，对，下面是给大人看，咱们看什么？对，还有 virus proof 病毒证据，嗯 ，your small business grow food for free 啊，自己在家怎么种食物，对吧？种蔬菜什么的， 嗯，然后这个叫做 7 minutes body plan 七分钟健身计划。哦、I would really like to do that、okay. later、mm-hmm. after we finish this. Okay. 还有叫做什么 Fake way. Fake way. About、mm-hmm. food. Yes. 又是关于食物的。好的，这是关于 DK 这个出版社的一点点简介。嗯，希望更多人开始阅读、学习、自身思考，梦里的学之旅已经开始。Peace.